哇，喝吧，真得劲，多来点，多来点。五花做什么呀，猴哥？脆皮五花，烤啊，行不行？哎，太棒了。哇，家人们，我又回来了。今天，又买了十多斤五花肉，脆皮五花。因为上两天有个粉丝告诉我，想看我做脆皮五花，也想看我尝一尝。今天满足他，搞了一点五花肉，走你！五花肉放到盆中，把五花肉啊，咱们把烧过的这个地方。烫一下，加入味精、盐、鸡精、十三香，这个可以多来一点，味极鲜、蚝油、胡椒粉。然后给它抓拌均匀，给它腌制一会儿，这小味儿挠一下就上来了。哎呀，还忘个事儿，也别切了，再加点葱。再来一点料酒。那怎么不是料酒？啊，料酒。再加一点尿酒，取经三剑客走了一剑客，没姜了。哎，好了，抓拌均匀了，然后咱们腌制上它20分钟。现在呢，咱们去把炭点上，走，烧炭。咱们现在把五花肉啊，挂上。把烧好的炭，咱们直接倒入到炭盆里。哇，咱们再去上一点，这样它续航时间还长，多加一点炭。走，把炭放到这个炉子里，让它先给里边预热。好了，哇，已经很烫了。咱们现在把五花肉，放到里边。哇塞！哇，家人们，这个东西啊，咱们这个炉子有个弊端，它下边这块挨着火比较近，然后现在已经烤好了，上边这轱辘呢挨着火它比较远，所以说它烤不了那么好。但是你听这个动静，你听下边这轱辘这动静，但是你现在听上边这个，上面现在还差点火候，咱们呢先把下边这轱辘切开的。哇塞，哇塞，你看一切一刀油，这有料。好好好，你吃这块，我尝尝这块。哇塞，哇，我尝一会儿。行了。哎呀，哇，太爽了。喝吧，真得劲。
来怼一下子。你尝尝，你尝尝，你尝。哎。嗯。听啊。听听。嗯。先拿个。哦。老香了，我跟你说。嗯。日中冒油。一会儿我再干嘛？咱把剩下那锅啊，再放低一点，再接着烤。嗯。然后咱把那几根剩下下面那一锅全给它弄，全给它弄，你下了。哎呦！大崩溃！哇，家人们，我是真不敢吃这个东西啊！但是我刚才已经尝了一块了，我还想再尝一块。说实话，今天弄的这个不太成功。哇塞，就没成功过。我做这个脆皮五花，哎呀，我真不太敢吃。哇，都糊了这块。是瘦的吧？哇塞！我吃一口。哇！还是没烤那么好。如果要是烤特别好了以后，没那么多油，家人们。咱们烤了将近两个小时。对。味道蘸着料一点毛病没有。大伙可以看，你看这个了吧？虽然就是说模样不太好了，但是它已经把所有的油脂都烤出来了，就是很酥。嗯。看这边这个。因为它离这个下边的火太近了，它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点碳化的感觉了。咱这是买了160块钱的肉，是吧？嗯。160块钱出了9条，但是咱这个你不能，其实也不能那么说，那咱这个条还大的。好了，家人们。总的来说还是也算成功吧。然后我们现在虽然今天没做好啊，最近一年多不做饭了，这妈厨艺确实是不大行。但是就是说经常做饭那会儿，这个脆皮五花我也没做好。所以说家人们，这个东西轻易不要尝试，挺糟的东西。那没，那剩下这嘴怎么办？那哪天不行，再炖炖它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儿结束了，感谢你们支持，拜拜。哎呀，我挺想吃，但是我真不敢吃。这个东西真是太棒了。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天儿实在是太热了，今天啊，咱们补一补，好像跟天热没什么关系。今天我准备了一块羊排，非常棒的一块羊排。咱们今天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豪门羊肉，豪门羊排。准确的说是，咱们先准备一块羊排，把羊排啊改下刀。咱把羊排劈开以后啊，再改一下刀，改成小段。羊排冷水下锅，
咱们给它焯一下水，加入料酒，点火。春哥，啊，点火，这你点火，让我把这生蚝弄一下子。不想点火了，这两天老胖、啊，老有点不恰当的行为。也就你。给干煸一下子，干蒸，蒸个三五分钟就行。咱把羊排啊倒入干净水里，给清洗一下。起锅，烧油，油热以后加入葱姜花椒。爆一下香，炒出香味以后下入羊排，羊肉炒至微微变色以后啊，加入甜面酱、味极鲜、生抽，翻炒均匀以后加入几块冰糖，然后咱们不用加水，加入一罐啤酒，最后淋点老抽，咱们上一下色，给它翻炒均匀，然后咱们盖上盖，焖上五十分钟。我提前啊把生蚝啊煮了一下，然后咱们把它取出来。点火，烧油，一点油就可以了。咱把锅润一下，油热以后啊，咱把生蚝啊煎一下，咱把生蚝啊煎至两面金黄，咱把煎好的生蚝啊放到羊排当中。盖上盖，焖上五分钟。老铁们，咱们关火出锅。哇塞，非常棒！然后咱们把它盛出来。哇，老铁们，在炖的时候啊，就已经飘香四溢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哎呀，我得赶紧尝一块这羊排，来块肥一点的，看，同学们看，还带一块小肥肉，来给你们尝一口。哇，哇塞，我尝了口汤，哇塞，都非常得啊。哇，这小羊肉没劲儿。嗯 ，nice， 嗯，爽，敬老铁们啊！哇，这个东西真是太棒了！吃了半天羊排了，咱们尝一尝这个生蚝。哇，这生蚝是真的鲜呐！
我现在才深刻的领会到这个鲜字为什么是鱼羊。这个鱼啊，其实代表的海鲜，我感觉这羊肉跟海鲜配到一块儿，真是味道真是赞。这大黄瓜，得劲儿！我跟你说，老铁们，这小黄瓜，哎呀，绝对没治了，贼甜。而且特别，怎么说呢？反正好吃。得劲儿，老铁们，哎呀，是真的好吃啊！啊，猛着了，啊！啊，好了，哦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啊！再见。哇。哇塞！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，进来。今天可算买了点好东西，看，大猪肝。咱们今天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咸水猪肝吃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咱们先把这个猪肝改开刀，把猪肝上面这种白色的东西啊，咱们给它去掉。咱们把它改开刀。把改好刀的猪肝啊，咱们用清水清洗一下，然后挤一挤，把里边的血水啊挤出来，这样猪肝就不那么腥了。咱们准备一锅水，下入猪肝，加入葱、姜、白酒，点火。焯好水以后，咱们捞出清洗，还挺漂亮，跟个大树叶似的。你看，老铁们，你看，哇，是不是？锅中下入姜、葱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辣椒，再来上几粒花椒，再把猪肝放里边。然后点火，好了，点着火以后啊，咱们煮上20分钟，咱们把猪肝啊捞出来，放到冰块上镇一下。煮好以后啊，我又在汤里边泡了10分钟，让它更加入味儿。然后咱们拿冰镇一下。下面咱们调料汁，加入蒜米、味极鲜、香醋、蚝油、香油、白糖、盐、鸡精，然后搅拌均匀。
哇塞，这么热的天儿，咱们喝瓶啤酒。哇，爽！哎呀，老铁们，尝尝咱们的节奏，看着小猪肝，特别哇塞。嗯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嗯，真的好吃啊！哇塞，老铁们，真的，做咸水猪肝啊，那其实按说里边应该放点盐，但是我没有放，咱们靠这个，完全是靠这个料汁再给这个猪肝提味儿。为什么我没有放盐？如果你放盐多了的话，这个猪肝表面非常非常咸，里边还是没什么滋味。但是这个东西不能炖的时间特别长，炖的时间长了以后，里边一老，你嚼不动容易。所以说，我今天相当于是卤了个猪肝，也不算咸水猪肝。最 nice 的就是咱们调这个小蘸料了，就跟网友们说的似的，蘸鞋垫子都好吃，确实非常棒啊。来喝啤酒，敬老铁啊！哇，实在太凉了。其实吃点肝挺好的，还明目。今天吃的非常过瘾啊！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，再见！哎呀，是这样，再见再见，老铁们。肯定特香，贼香。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，朋友们，人话不多，想吃什么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，朋友们，准备点葱姜，先把巨型三剑客弄好。今天，哇，咱们的重头戏，肘子，带着猪脚的肘子，今天，老板呢给咱们分开了，肘子还有猪脚，现在也烧过了，咱们简单清洗一下，直接给它焯水就可以了。废话不多说。清洗一下，老板都给咱们烧了，咱们简单的用这个钢丝球刷一下就行了，烧的去黑，你看，师哥啊，你准备烧水，咱焯一下水，现在烧啊，嗯，好的。点火吧，拿走了啊！去蒸三克啊！好的，冷水下锅，两个大梯子，去腥三剑客，料酒。赶紧，胡子别玩了，趁这会儿你还玩游戏，你赶紧准备配料。好了，好了，这个啊，你先把它焯出来啊，焯出来清洗一下，然后一会儿呢，我给它抹点酱油，咱不过油炸的，抹一下酱油行吗？那还不成炒糖色了？
炒馕子，行了。那个馕水刚才给我炖炖一会儿，要不猪蹄儿软不了。给我烧一冲一冲。哎，洗。碗中倒入红烧酱汁儿。把猪脚啊均匀的抹上酱汁，肘子也是如此，均匀的抹上酱汁，冲抹均匀以后啊，咱们给它晾干，起锅。油热后下入冰糖，把烤糖色好啊，我操，蛤蟆叫，把炒好的糖色放到高压锅当中，看谁来了，看谁来了，好了，够吧，够了，上汁冲冲，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干辣椒、鸡精、盐，给个好吃口上汁炖上40分钟，不行，我没吃过好，我睡一会儿。又睡觉啊？你这劲，这行吗？现在已经好了，咱们开始拔气了。哎呀，气也放完了也。嗯。你这好，做之前睡一觉，做好了你醒了。有福。开奖。我不换个后边有篦子，烂了我靠！我一怕溅我一身。啊，说啊，你不说给我挡着，你自己给自己挡着，你这家伙太不够哥们意思了。哎呀，好长时间没跟老铁们喝点了，今天这么硬的菜必须得陪老铁们弄点，来吧。先敬老铁们，谢谢老铁们的支持啊！哇，太爽了！有点烫啊，哇，我这边看这块肉，哦，好烫，我太过瘾了，哎呀老铁们太香了，这个大肘子吧，做完了，不行，我弄个猪蹄，这猪蹄看着，哎呀贼有食欲，
嗯，这皮啊一吸入到嘴里，已经炖得非常软糯了。嗯，敬老点名，哇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评论关注哦，再见。